我好像不是老表吗？你哪去？啊，你要不现在去老表，老哥你下来吧。我不能给你下，好像这咱俩都能考一个一样的厉害的。我下了你五年一年了，我今个考研咋了？不管咋了，我得赢了你。你厉害，你给我帮帮忙，给我干个捣捣乱吧。这上午考研不是喝，昨天叫我赢了，妈就来了，妈来了，长得考研不是这个，我的乖，那边，出来了就在这待着，你哪去了？上街打过来，下完场你再走过来。是你打扮的，完了，没事，你给这不，我真炮打你的妈！你炮叫总给开掉啊？怎么事啊？我小菊，不是考一进去，反正就坐那一会儿。我真讲进去，你看，你谁呀？你是我听你再讲进去。我再考一打你一下。我再找你，咱俩赢了我，这能再考验？能你先考验，你先考验。哎，你也先搞来呗。